这个小卡角，用这个我们自带的捏住它，方向盘用力往上拉，拉下来，拉下来以后卸断开。螺丝拉出来，取下来，带回来，拧开，拔掉这个驱动接地线。如果铁件装好了，先把铁件拿下来。没，铁件拿下来以后，去掉这个螺丝。拉出方向杆。拉出转向电机。